记者手上这一支就是白铁带触媒，我们透过后面可以看到呢，它里面是空心的，没有任何转化有如废弃的效果。我是华，现在记者手上这一支就是所谓的白铁带触媒，透过后面可以看到呢，它里面是空的，根本没有转化有如弃铁的效果。记者手上这一支就是白铁带触媒，透过后面可以看到呢，它里面是空的，根本没有有效转化有如弃铁。这支就是所谓的白铁带触媒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它里面就是其实是空的，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转化流。